我每次求观世音菩萨，他都会给我感应，真的，所以对观音法门真的是很相应。我住在家里都跪着念大悲忏，每天几乎每天都有，所以刚好又碰到祈愿，在别院刚好又碰到祈愿坛，说哦怎么这么机缘，这么殊胜，这么那个，所以我觉得蛮是法喜的。金刚法师的开示哈，啊，我们就是觉得哎，好经真的是那么好呢。我们可以看到佛，度我们的慈悲、智慧，还有佛来世哈，来世的它的意义在哪里？越读就是越有心得，就是好像说啊，真的那个喜悦的，有一种喜悦，就是说啊，佛陀真的不舍我们，就是那个慈悲智慧什么，就是。用心在我们众生的身上，这样。因为最好是来参加网络共修的，先把经文，就像我们以前读书一样，先预习，那现场再温习，这样你的记忆才会很深刻，知道佛所要说的是什么。一个人在家里面送，跟来这边送，那个磁场完全不一样，在道场那个磁场更不一样。